这死锤了，你这！打，嗯，打，好打，打你个屎打！然后第二次结束，这把结束了，跟你讲，这把已经结束了，这把已经结束了。他死第二次，这把不是结束了吗？这把不是稳结束的吗？来，我就走，我就不动了，跟你讲，不动了啊！第二次拍个照，不动了啊！我守在上面，不行，还动还是要动，我这第二次待着不走了。 刷几条，多刷一会儿。哎，我操，没卡到！哎，嗯，你笨一点呢，可以像我这样。哦，地下室，不能放血，放血就太天真了。以专业水准来看，不能放血。 好扯，懒得那啥了，我去，来救啊！我就不信你俩不救啊！我就不信你们四个医生不救啊！你们四个医生不救玩什么呢？那你们救了玩什么呢？救不救都得玩，玩什么呢？原始我，体验感全在我身上，你知道？往上砍。 啊！你不给他扛，好，你不给他扛，好好好，我就挂他，就让你断，还是吵架，人家就吵，为什么给我扛刀？对，吵起来，对他都不玩了，对，就挂你，对，谁？再反正吵起来，吵起来，吵起来。等等等等等，灶也不开了，思考，喝口汤，煮煮煮，喝汤，抓，抓一下，我操！ 嗯哼哼哼哼哼哼，打，疯狂打，你不约瑟夫打，打，打，疯狂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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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，打得出来吗？这个血条打不出来，打不出来，你要打，快打，疯狂打，打，打，快疯狂打血条，打，给我砍，不给砍，好的挂飞，好的挂飞，他不给砍，好的挂飞他，那砍，砍，挂，挂，快，快。 哟，不给你扛刀，我去，哎，就地上一杀，哎，恶心你们操，你，疯狂挣扎，你看看人家多想活呀，但是活不下来，这一身打血打不出来，哎，才飞这么点吗？ 打，快点打，打不出这个血条，我跟你讲，打不出来。